人店大排长龙，从店内排到大门口马路上，民众排爆，只为了品尝一口美味。有民众自带攻略当早鸟，店门还没开就冲到现场，吃不落人后抢头香。还没开店，还没开门之前就是慢之穷就了。早点来就不用排队，等下中午就很多人。彰化肉圆名店还有这一间，民众撑伞排队排成一个 L 型队伍，廉价的人群中有民众捕捉这个画面，随即引发话题。排在最前面的妇人头戴帽子，久等后一脸霸气，网友酷搜好像电影《食神》的画面重现。彰化美食集散地，除了肉圆大有人爱，矿肉饭也是指标。有矿肉饭名店，内用外带都大排长龙，店家忙不过来，连小孩都站到前台帮忙做生意。很少，是真的还蛮多，是内用外带的客人大概有上百。国庆连假，民众吃好吃满，品尝在地小吃，每家店都排队排成人，用餐食蛇，实在惊人。记者陈胜伟、周王世涵、彰化采访报道。